将吃苦当作吃补，咱永远互相照顾，相爱好，有信心面对成功的路。走吧。哎，炮公啊，关区的。哎呦，跟你讲过几多次啊，卖叫我关区的，叫我崩的就好。崩先生。先生嘛免崩的。崩的。啊，对对对，来接了接了接了。哼哼，你真厉害！崩的剑摆哦，真卡大入门，你后脚水高。我要来查你，才拄啊好啦。啊，算唔着，阮朋友咧敲电话给我，伊讲哦，吃久唔捌看你啊，啊，讲要看一个物件，啊，要来甲你孝敬，要来看你啊。啊，我工作一个做数，我着紧赶过来啊。哎，哪一哪拢足拄好个呀？我跟你讲啦，妈，哎呀哦，系啊系啊，妈呀，我们查某囝买个水果活甜的呢，下台食看卖啦，真正足好食。哎呦，我切个正水。系啊，还是我跟你来多。冇得冇得冇得，赶紧哦。嗯，有甜无？嗯，好个，好食哦，来来，好食，再吃一个。嗯，切得够水了。来来来，哎，要不吞的呀？来来来，好个，来，我尽量啦哈。多谢多谢多谢。嗯，泡泡嘞。你敢捌见过你亲生老爸吓？好名叫，你还讲清楚？我妈妈甲我讲吼，今我出去吼，我爸爸就过去啊呀。莫讲这个无听你，今日既然你来到这吼，这个就互你看卖，恁亲生老爸庐山真面目。嗯，啊，好名叫，你还讲啥？我拢听无啊。我爸爸就过去啊，啊，我哪有看到庐山真面目啊？我保证你看有诶，胖胖，你相片应该有照，摕出来摕出来。有啦，啊都，啊都出来摕出来咧。嗯。好呢，啊这是我甲恁阿爸吼结婚诶时阵诶相片啦。啊，今日我有还诶啊，啊今日是你啊，啊今日是爸爸。嗯。咱看开面型面型，敢若捌看过诶？敢若捌看过吼？爸爸！哎，潘小姐吼，我不是你爸爸啦，我是生了跟你爸爸同款同款人呀。潘小姐，我不是你爸爸。那后尾潘姐，我有代志要来办吼，我先走。哎，莫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哎呦，拜托啦，我不是你亲生爸爸啦，我是生了跟你爸爸吼同款同款人呀。潘姐，我不是啦。爸爸。哎呦，哎，都无听伊咧讲哟啦，伊是甲恁阿爸生得同款尔，伊毋是恁老爸啦。即摆毋是恁老爸啦，啊，毋过恁母啊，若较骨力咯，反正恁狗都变成恁老爸啦。开了车，跑得快，上面装着老太太，三五毛钱一块。爷爷回来了。嗯，爷爷回来了。啊，爷爷看到你，就规个心情拢轻松啦，哈。对。哎，奶奶在房间吗？奶奶在厨房。哦，这。安爹啊，你煮饭等哦。对啊。我真来等来啊。哎呀。巴肚会枵未啦？我阿婷拢传好话通我吃呢。恁翁未遐枵鬼啦，稍等下再来吃。哎，啊，这包是啥？新台票啦！啊，你煞未记得讲为着要予世明好好啊，都撮开咧无人遐做工课。哦，世明即摆开欠面来公款40万，也无行哦，常常人会走来甲伊讨钱啦。而且伊目前还佫通真咧，40万咱也替伊庆幸的吼，伊毋只会安心啊，都撮开安尼做工课，啊想煞撮小老鼠。哦，啊你为着小老鼠安尼做，世明嘛知吼，一定足感谢你的。问题是世明毋知影，伊是要安怎感谢我？啊，你会用甲讲啊，讲你为着小老鼠吼，不但替行这条公款，啊，佫安排去吼，初配个门遐食头路，嗯，薪水迄薪水嘛替出一半啊。初配讲叫我袂用你讲，讲我若抢功劳，伊就无功劳啊啦，所以这功劳一定拢爱做我初配啊啦。我们只安算讲吼，明仔载睏起来了吼，再摕些钱后，初配归去后，初配去烦恼着。有剩的啊。啊！你这世人吼，啊，甲初辈安尼玩安尼办吼，达变拢玩赢嘞。
啊，想袂到即个为着小老鼠吼，你会败在粗皮的手头。我毋是败在粗皮的手头，较早算命都甲我讲啊，讲我毋通去拄着受气的，若拄着受气的吼，我会溜。结果我毋是拄着受气的才咧溜，是拄着即只小老鼠才伫咧溜啦。啊，是讲安尼嘛是好啦。卡边哦，咱外用啊为着小老鼠的代志吼，啊，逐天甲咱天神啊冤家偌济啦。啊，俊俊吼，这是了钱消灾啦。阿边姆，迪亚哥哥你好，萱萱好，兄弟啊，遐济啦。阿姆唔变啦，我今日用伊无用几工，淡薄仔忝啦，我想来转啦。兄弟啊，啊最近这几工啊，我外用啊唔是啦，下班了拢搭你的便车转来。啊，你已经转来，外用哪袂转来啦？有啦，原本我是要载伊转来，啊，不过伊就讲要去海钓场找天生咧。阿伯，免紧张啦，我今仔伫美容院吼，甲外公讲足多，相信伊听会入袂啦。伊若去海钓场，应该是白甲天山乌乌用啦。多谢你了。美容院下班无返去厝，直接来海钓场，一定是为了小老鼠的代志要过来甲我骂对无？我实在是想不通，小老鼠也毋是你亲生啊，你想怎对伊这么好？因为小老鼠的身世真可怜啦，伊自细汉吼，爸母来关心伊啊啦，啊，身躯边也无一个亲人咧甲照顾啊啦。换作是你啦，你当了这个囡仔，你敢袂去甲关心，敢袂去甲照顾？啊！不过你敢袂感觉你照顾小老鼠照顾到伤超过？你唔通袂记因，你还佫有一个查囡萱萱，迄才是咱两个人亲生的查囡呢。你对小老鼠这么好，你敢唔听外口的人讲闲话？我唔管人安怎讲啦，开伫八公斤种小老鼠吼，咱就有责任共照顾好势啦。道上透早有甲我讲过，伊讲小老鼠的代志，伊会给我一个交代。我相信。道上一定会将这件代志处理甲真好啊！嘿啦，我已经决定啊，要将小老鼠献给阿姑啦。完成阿姑明仔载就来娶亲啦。安尼也好啊，让小老鼠去甲伊的亲人团圆，安尼嘛算一件好代志啊。下摆咱都无需要为着这件代志，搁担这责任嘛嘛。我知影我这几天为着小老鼠的代志，我安尼跟你冤跟你吵，我是有较过分。啊，不过你爱了解，这个世界上有倒一个做母的，希望家己的翁婿去照顾别人的囝，将家己的母囝带在厝的。月玲啊，咱两个结婚这么久啊啦，敢讲你袂了解我？我敢是迄个人？我知影你袂，也毋过，你敢知影看见我的目睭内，我一直感觉小老鼠要将你规个人拢抢去。你是好打算，即摆代志有一个完满的解决，以后我就没有这种顾虑。先生，这几天啊，到暗时啊来吼，天气都较冷，啊，
无你先去你办公室坐，我来灶卡煮一下虾汤给你吃。我今天就来做了。电话顶了讲睡觉啦，到今摆未来啊！你说敢那久咧说的，少年人一点仔时间的观念就无七成了。唉，讲说明今摆当咧走路啦，也是真可怜。哪一个倒沙缸哦，嘛算作好歹啦。爸，你做啥好歹？你不是去上班了哦？你来边出来哦？我拄仔咧灶卡洗碗碟啊。啊！即我常常要上班啊，你要做啥好歹？就顶阵那遐阿孙啊啦，哎呦，一个查甫人哦，带三四个囡仔啦，啊，搁一个月搁赚无偌济钱，啊，三四个囡仔拢在读册，拢在补习嘞，啊，即嘛补习费拿袂出来啦。我想讲哦，咱若我多甲斗三工者，嘛算做好歹啊。有影啦，我是讲阿孙遐敢甲你开嘴，讲要借偌济？无啦，伊是无偌济啦。啊！我是讲，咱一千块地当用足久啊！一千块要哪有够啦？因家三四个囡仔拢在读书呢，而且自今年开始，小学的注册费拢加我贵嘞。我看哦，你还是先去阿顺兄因家小了解一下，看卖需要偌济才阁讲。好，我一定会去了解。我要先去上班啦，拜拜。这边，你好，英。我起码都无偷咯，开口拢嘛英英。啊，就是因为英英，我唔才叫伊来陪我开讲。啊，你去上班嘞？好啦，我上班。拜拜。这边要坐啦。多谢。这样，好啦。我好康要报给你知啦，我来讲，那一康哦，一届杀了两只，一只鸟鼠，一只鸡鼠哦。这样。你即卖是讲阮卫生啊，小老鼠发生代志了啦？啊，都甲你讲好康，佫发生代志。我甲你讲，是恁小老鼠带福气来啊啦。无阿姐，你即卖是咧讲啥物话吼？我煞拢听无，你敢袂使讲较清楚咧？对明开始，你就来阮恁门园食头路，安尼你就会甲小老鼠带身躯边啊，对无？确实啦，阿姐，明仔开始我去你恁门园做功课哦。不接啊！你讲小老鼠对着我身躯边，啊，我是变哪做工课啦？啊，不再讲哦，小老鼠伊即晚是伫个有准备，那待了好好。大笨手伊靠在为着只小老鼠规车跋变，规要害了了的嘞！你若来我恁门食头路，你食会当食我的，大大了啊！哦，啊，碰碰过会使甲你斗过小老鼠，啊，小老鼠过会甲阮阿强斗阵去上个安亲班啊！好啦，恁一个我安尼甲你安排有赞无？姐，多谢你呢。讲实的，姐，你真正是水底了大善人啊！而且哦，你安尼自一早就甲我斗相，甲即马吼，你会带阮带到，我真正唔知啥物时阵才好度甲你报答啦。我免报答，这就是我做人的原则。只要你过了好，我就有够。对啦，姐，阿英爹敢知影这件代志，阿英敢会答应啊？我一家做主呢，我讲准算呢。阿哥姐，我之前欠公司遐公款哦，拢还袂还呢。啊，即马若走去你家做工课，啊，钱敢唔来只甲我讨钱？你毋是更加你的困扰？就是欠钱尔嘛，迄哪有啥？放心啦，我替你还。多谢你啊，姐啦。阿哥，你也分期付款还我。安尼啦，一个月哦，我扣你薪水两千块。两千块。阿姐，我欠公司的公款是40万呢，啊，你一个月爱我还你2000块，我咧算算唔多还17年，安尼我敢好意思？哪有啥好意思啦？我就无要紧，你先紧张啥？上重要是哦，你的困难爱解决啦，啊，你就偷偷啊还啦，还到我娶起来了后，后壁就准拍小背影。哟，张飞侠，我准备。谢明，你来来接啊？阿姐啊。
差不多下，那我敢会用得坐？啊，唔就坐。多谢啊。差不多，对这嘛开始，你用点点，你用卖出息啊！你那是凊彩出息，我，咱咱讲的代志不准是。我咧讲话你袂用应咯。你唔是叫我讲卖出声啊？啊！你讲死就好啊！你是咧？是。明叫再来无？这烟枪互你烘啦。哎啦，这烟枪哦，我会慢慢仔烘咧。啊，小明，你稍等下哦，就带你五村白去海钓钓，把小老鼠带回来哈。啊，杜文硕。该讲的才讲哈，不该讲的千万卖乱讲啊！是讲吼，你若讲去讲话，我唔报地将，甲你吹天桥。是讲人要甲你说一下，多事也袂用你。啊，唔就讲，是讲钞票啊送，这边的代志哦，互你做努力嘞，感恩下。这皮箱带我去，我得去提四十万给你啊！多谢你阿姐。过来。嘿，小老鼠呢？小老鼠当然嘛，你咧海钓钓。恁爷爷吼，就是为着小老鼠的代志，唔带去钞票去讲遐。奶奶，小老鼠坏坏。萱萱。真好，你爷爷来小老鼠代志办好势吼。小老鼠伊若久着要带转去，奶奶甲你讲哦，连刚来小老鼠来咱兜佚佗，你爱甲伊耍好不？好。好乖。爷爷回来了。哎，爷爷回来了，来这边较济啦。好，谢谢。哎呦，啊你安尼食一顿早顿吼，啊前爷爷还袂过初步，即讲着就是食，食到即阵了就食。萱萱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啊，这是。哦，啊，这个钞票只提来借我四十万啦。啊，这包。哦，哎，钞票只冇讲哦，讲我以后来赚钱的时阵哦，这四十万哦，才偷偷还你了定啦。安得啊，人钞票冇够交代，比如讲哦，这钱哦，都唔通拍到耍的，爱提去行营公司，后工伊若是钞票咧无闲咧做工过哦，才袂啊，大家哦拢出出入入来，才要甲讨钱。对啦，讲实在啦。初步阿姐吼，是对我真好啦，啊，叔叔阿妈吼，拢替我设想，阿妈我处理甲足好势啦。初步阿姐真正是吼，我一世人都唔正人。是讲说咧，你既然知影讲吼，你有一个大温情人，啊，咱做人吼，都爱知温报本啦，唔通袂记迄大温情来温情哈。迄是当然的啦，我以后吼，我若想讲我来用赚钱的时阵，我绝对得好好报答我初步阿姐啦。对啦，有准备啊！我是想讲吼，等下来海钓场带小老鼠回来，唔知会用的无？当然嘛是用的。啊，即摆小老鼠伫海钓场啊吼，拢天上啊咧带啦，你直接去找天上啊就好啦。安尼啊，好啊。吴春嘞，阿弟。李查伯伯你好。啊，好好好，你咧食饭哦？食济啦。哎，好好好好好。哎，谢平，你要走地哈？哎呦，我讲你是在创啥啦？哎，这个通情话呢，欠公司四十万，安尼比东比西，参小老鼠都袂要管，有够过分嘞！管区的，嗯，是的啦，我嘛是逼不得已的啊。啊，不过吼，阮厝边仔已经摕这四十万借我啦。啊，我是讲，较等下就摕去公司还啊。要还公司，今早去我拄着，啊，我反正这四十万碰嘞吼，选你带落去。行，我甲你的公司。代志处理了后，你还跟我来办事处写。行，海雪哦。啊，好。嗯。大温情人，拄正说明你讲的，你有听到无？那伊讲这世人哦，绝对袂将初配的温情放落袂。你听了，感想啥款啊？将吃苦当作吃补。相照顾，相爱护，有信心面对成功的路。